臣子，二老生下两子，大儿生爷，小儿生爷。老夫在他官职一品，怎奈万岁他班龙追，到的时间尚未定出朝阳真功，我们万岁之命造行这十百里百产精品，路上不必停留，我万事一路寻找这样自此身在半途路中丧志人痛，最不叫人丧心人啊。此大路旁边，少时撇开这个路旁。
天上的万物是最好，命无止境。怀着一个姑娘，姑娘这位大人大慈，小女子见过大人，快快起来，谢大人。什么？我错啊，姑娘，大人，别人在三岔路口，是不是没什么毒了？不。那你家在哪里？姓什么名字？为什么会一人在此啊？大人，你这是谁话场？我不伤心，慢慢讲嘞。大人，你听。方美人，自
之间难解禁，我倒是苍鸿之中苍鸿远，我来用这一回啊见姑娘啊，要是接中一佛门点不中，你就发奔我家门。姑娘啥事不答应，大伯子一目之中不女疼，你就是是个多家女，你这姑娘可答应啊。我家是有两个儿子，你啥敌不着我多一个女儿也不好事。来来来，过来面交一声。娘大姐对对，是呀，是呀，对对。好，我先带你回家梳妆打扮，明日带你上殿见君。对对，这次这边小乔一边打他外人夫，下地娘不是对门，是下路家对吗？我每次你是把鸟笼睡翁，睡下去放帐篷，上里终身彩配，不知道我地娘老在日方。是呀，下地地在让外中，不知可以为嘞，我要生在里的。我是到听到是去问安弟弟，也不哭，等我下来去吧。
说，弟兄要来了，曹金。月来风，月大了，是弟弟。大女，弟弟。老今为尊家中，有一日同母女上女，不知弟弟有吩咐？所以是万岁下旨道，命老母下不走礼，当心天下明镜镜，殿随一宫。真的，真的，弟弟，老上交的是我，那个女人到哪里去找嘛？儿子，我见你毛日天色，你不心想打你上级领风点手一功，带你子母女一下死。弟弟，我到你上边儿去。真是，弟弟呀、啊。我用老去你以后我咋不算事哪里哪里我你是无花之我万岁岂有不宽重之理这弟弟我要自私的嘛当作死的死呀要是我咋是哎从今日以我下不去用我富贵好就是老子是弟弟在此母女小今日书长当班去吧是台灯明日一早追逐到我里马放青山刀枪贵府这也是寡人一朝之福这乃寡人是从登上龙位尚未抵御朝阳正宫啊留意大阵明明明造成天下美女不知可以找到了、哦、万岁臣之间找到了朕有一本要据朕是君无罪事朕以毛子铁血无名望与之自在两位一群都已找到各类停止在在之下去两位美圣上帝李子李子万
心思你曾有令难为爱自己下来自外说两位一亲顶生了千万的想不到亲自的金鼻子上来了两位美人得挂成一个一个快乐来上一片的金子放天去将来生你急流化成婴儿不得吃的了我用马吃你如果要马为容易怪不怪妹妹用毛病是无母生成乃是更改不放他大的亲爱生用马命请用一杯真的万岁你来看着你实话是没有万岁听到哦对对对今天知道我有一位美女那么咱去咱的春天谢万岁离家之女上一片的鸡架美姿你既然挂着怎么也不得吃的嘞吃完是光快得不快嘞哎呀越发的美两位美人啊，都是容貌绝色，这满分上下，这里就挂上这个嘛。嗯，来来来，两位姑娘过来听风，采风啊！而且风月贵子，要是哪一个先生
下龙太子去宫里朝阳进宫，下殿上命。恭喜恭喜，这位亲万岁，保驾下殿。孙子，是什么哪一个先生太子，居里为那朝阳真宫。世间爱将我生娃老家，但愿苍天保佑，赏我一家产下一龙，好在在万里家三子儿。是呀，世间爱家三娃龙天要三百头，还不是得我到得美宫先去保养身子，叫供我们。今日里爱家我身体不少，你们来师父我进得美宫先去吃吧。哎呦，哎呦！
谢罪，带我去叩一万岁之堂。金月堂今年已有八岁了。
妹妹子来了东国里向读书，今朝新中娃们到御园之中寻去游玩，游玩一边可是累不着，回中朝阳宫中向老妪去问哦。对呀、啊，可是累不着，我们得我归路去吧啊，老妪。我今早起来，为了东宫里向寻找娃们，到御园之中看花草去了。你也要到御园看风景去了。哎呀，真是好聪明的孩子。哎，娃儿，今早起来你可好啊？娃儿，老爷把他的娃儿做的一个多好，不错呀。来，孩子们。人生不放肆啊，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认识了很多的人啊。这么高一层，因为妈咪烧饼子，是跟娘娘送饼来。妈咪是跟娘娘要见，原来是我王妹来了，命她进宫相见。娘娘，我们每天宫相见。出去。出去了，去。我们夸夸平身，请你忘记啊我哎，夸夸几个毛衣啊，几个毛衣平身啊，谁毛？呀，我你不要怕，想不到我儿子长这么大了。是呀，我们快快一旁快走，谁忘记告诉你啊？我们忘记，你不再是知道员工作，但不知道我为此工作为了何事啊？忘记，我正是在公空啊，我是。不来看看，忘记忘记最好，真是一老忘美啊！忘美，我今日里你来到外次工作，我把一次做完，剩下的忘美免心忘美，不知该讲不该讲。忘记，你是什么啊？我是你是七十三了吧？那好。王妹，我也只能这样子子王王王妹，不要坚持，我的王妹呀，王妹。
我他到我子女想宝贝，子女两要忠心根本把家分在，老妹呀你不在这关来做，要知道不杀忠良给他我老妹为家背个你老母亲
想不到这个妖女竟在我的面前骂死我家老母，我趁早回一趟来无非在国家进宫，娘娘一次不能进宫，从令走。千岁，国家定死了，谢千岁，也把这弟弟罢了。谁弟弟？儿啊，但接得你满面惊容，岂为何故？哎呀，弟弟呀！娘，想不到臭妖女生下他子，你竟然认扎他，我三十分承认他。上天又打不他宫去去测宫，想不到这个妖女他妖娘之母娘口口声声骂你是老真人，你可岂是不是老母不老？妖女无当尽管什么是老夫来了，弟弟与他没不为，我吃不苦叫你真快乐下个办法，那次吃他没这样的真够有了。儿啦，你倒不是老母之间，身盘家庭一扎，传统那他一员，先教他你知识，再慢慢指点指路。出去人呀，早知如此，今日此。你要进来给办起来，都要招办家门。雷子在哪里？来呀！见主不在，速去通报万岁，就说西宫娘娘身犯重病。是。万岁公子来了，姐姐啊，万岁，姐姐啊，万岁，国丈快快禀上来，谢万岁。啊，国丈万岁，听得来是来报，是万岁生于我娘，真是母女他不幸了呀！哎呀，哎呀，爱妃，你到底怎么样了？是父王快你来了，是父王。如今我王体不伤，怕的我也命难保。哎呀，爱妃，是让你担尽功劳，我们龙王夫妻恩爱，这乃我有礼国师外貌，故所以为多施功得来百薄于你，借你生命的荣耀，而不是在寡人接近他的人替你来担么条子。有万岁主子，你老夫啊，我当各位听之在传之下去，他那个进宫得马吊子领子，你为何吃了万岁之他愿进宫领子啊？夫人，夫人发来。夫人，夫人，是你说的真美。好好。去万岁，好禀是，去万岁。作为娘娘妾身，生意荣耀，你快快赐他得马条子。是。哎，娘娘。
请随王婿过来。哎呀，哎，妈妈，娘娘进来而去吧。哎呀，痛死我了！怎么？是，你来噻，娘娘的病啊，我真是无能为力啊，叫你无能为力。你要知道，只要你得娘娘的命，是不吃下七窍玲珑须，七窍玲珑须，七窍玲珑须到哪里去找啊？哎呀，万岁嘛！用字文心就是七窍玲珑须，用字文心就是七窍玲珑须，一念之间就是我的那么近乎呀！哎呀，鼓掌嘛！虽然我的娃儿乃是七窍玲珑须，这样他乃是江山的游人，怎能将他这死不得，放来死？哎呀妈呀！我女身患重病，说不出去要七窍玲珑心，他需要一命不义。万岁，我与他般年轻，人生龙与凤，还望万岁三思。是，对呀，哎呀。小爱妃乃是我的心爱之妃，如今要让我家王儿吃了七窍玲珑须，我的爱妃也为生肖王儿，他们江山还是可以传下去。父王要死了，爱妃你要保重，保重一命就是。既然是包家今天领旨，传旨下去，先放龙命。万岁是先放龙命。领旨。陛下万岁，待请禀赦。万岁尊臣登门上帝，以后国事相上。哎呀，爱卿呐！真为自孝，作为我的爱妃，四姑娘娘她生于王娘呀。既然娘娘确实有王娘，万岁怕请她日愿了之。她日愿已经先去得了调子，调子不要，怕是吧？谁要我爱妃王娘今日自食其下，七窍玲珑须。这万岁的玲珑心非是哪一位人才没有听到过有这种话？是呀，你不知道这七窍玲珑心非是哪一个？那是龙子龙生的后代，谁是我的龙儿最呀的？万岁，小妾身就是七窍玲珑心，真是。小妾身好端端一个人，咋真是七窍玲珑心？要知道娘娘的病，那不是小妾身要死了吗？这老娘是死不得的，死不得，死不得！哎呀妈呀！我女王娘真正的万岁，他快下旨了，我的万岁死不得，万岁下旨。万岁千万死不得，众位爱卿不必今天相争，寡人我是有定的，
当爱情过来亲自明年将我们大卫府中三天之内赐来了七巧玲珑心万岁三哥传旨下去，东宫太子上殿。传旨至东宫太子上殿，领旨。好几家万万岁，我们和天孙万幸啊！爸爸，我是你，哎。妈，王儿，你在王儿上天是啥个日子啊？王儿，你都这么大了，我从未到的王婆家中，竟是父王之子，少你跟在王宫到王婆家中一走，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拿上为传东啊，嫁不到王婆家里去啊！我去，阿爸。我长这样长这样大了，从来没有去过你家，你为什么不娘我去？你不娘我去个屁都要去！你，妈，好的好的好的，妈哎，姑娘，哎，妈，娘子，你吃饭跟着那家娃刚到娃婆家中啊，你可要听娃。娘我当然听娃，大姑娘四书五经，世上道理我都知道了。是呀。你此去瓦沟家中，一定要听从那家瓦公瓦公的话，过不了三五天，上五毛来接你为君呀！瓦沟家里咋是好人？我要多住几天。怎么怎了？娘子不要哭嘛，我只是马上是我奶奶的，不要哭啊！去吧，去吧，阿爸。大奇怪，我公家的女子啊，未出年里了，老难为情。此时到爱情过来天子，将太子大卫扶住，说着化成神子二大。请我别杀，我与万年轻，他能心容有我。好好好，既然如此，你我保家乡天明子。
事，老爷帮得我，在朝北京过去当朝的罪，想多年之前，在路上遇了一位名利女子王玉英，作为亲身往上欢喜，抵宫而去，拆下龙太子，封为朝阳正宫。老爷一阵鼓掌，一家之人相聚忘恩，两个儿子又十分年孝。老爷上朝为政为民，七身思想一家之人相聚忘恩，真不叫人挂念人哦。后来你不在运动上决裂病名到厅堂出诊，向阳出席来问问正是儿弟小有一比有儿，后来呢老母亲跟着李瑞夫人本位子国家大人可以安宁，儿女分心不下，心动之中也可可弟弟可以为家，乃得子女一片一笑，为老母万里真相找，真叫人挂念啊。对对对，妈妈，妈妈，好啦，你这一回到苏北来呀？我到苏北来，我吃饭嘞。爸，高声啊！见见家小妾噻，啊，禀上禀上禀上，请请噻。阿哥，爸是呢，这是你外婆，这是你大舅、小舅。啊，几个外婆，外外孙，快快起来。哎，大舅舅，快快回身。小舅舅，我外外叫。为什么？他因为差不多长，差不多大，你给他的叫我怎么我去叫、哎、啊？他年岁比你大一岁，明明是他大，怎么不叫啊？哦，小弟弟，哎，那，这个弟弟，好啦，谁来？小弟弟，好吧，你把小妾岁带到死亡之前。啊，小妾岁因为劳累休息片刻。啊，我的四下啊。弟弟，到英王去了。老爷，快花去吧，请上。老爷，你今日为了明明不劳，因而将万万上也当为夫人。
啊呀，夫人请啊！你哪里知道朝政才要继承表妃，是我们要给他生于荣耀，要那赤霄玲珑心才能值得他的荣耀。他们在万岁跟前只要一跟，是什么小妻谁就能吃下令人心，你要将小妻谁带回家来蓬头花心。哎呀老爷呀，真是现在朝中出了战争，知道是小妻谁乃是吃下令人心。老爷，你身为当方者，一介国丈，你离开王上御前，救下一兵，也保我千岁一命啊！我何尝不想救他？怎能万岁他？他不听我的本章，天心残言，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哟？老爷，千岁乃是王家之儿，又是我的亲生外孙，你这么下去，难道你王王之女实在不能违抗，叫我王上偷渡之心不仁吗？对呀，我不能杀他，他是江山的后代，又是我的外孙，等到万岁杀有为山之人，他是万民之主。我不能杀他，这里的万岁身子终是他杀。夫人，老爷求我怎么办呢？老爷，以妾身之见与你什么？才是将妾身悄悄放弃这个道理，送他到身份子。你才是一口一死，慢慢再想办法。那。他年纪轻轻的，他在王宫内院娇生惯养，他是归得了这种浪迹天涯的日子啊！万一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家中还有老总管，虽说到年迈之人，可是后心耿耿。好，老管家，管家，快来！他老爷负责。不是从哪里这里一米差钱老管家，你可知道早上才要见证小姐谁遭难呀？哦，哎呀，老爷们，你叫老爷出来有什么办法呀？小姐谁，我想放他到罪，他一人罪我放心不下，心想叫你带他到罪，那你就去一顾一难。那好，老爷吩咐老奴遵命，这老奴大刀山东，我就不想先去安定。我到你老家去，你说怎么对你家的？这边的啊！哦，小雀水，快来呀！啊，宝宝，叫我什么事啊？小雀水。你可知道此番来叫你做什么来着？哎，我是俺杀过了，老婆叫你很好玩，叫我来打死。不，我是叫我打死啊，跟着我来做啥了？你可知道，朝中李耀飞生于荣耀，他生的是要求吃他的用心才能值得。你无望下注，你们叫你大王家里跑跑马去。我是说什么？要叫你跑到马心，马上！哇，大哥，我年纪这么小，怎么会是吃下李龙心？咱们祖宗五十八代，我不相信。这关老官员听信在意，我怎么杀得三里呀？大哥，你我你不道理。我是去叫李老师，去叫李老师可以吃马的嘛？为什么要叫我你这女？阿哥，我把你接了。小先生，我跟你老婆已经商量好了，我杀你，放你打，你老公永远的啊！
我不能。为什么？我这样年纪小小，你叫我到哪里去？我早来就没有这个王国，你叫我打谁？我没有地方去的呀！好王爷，我要回去，我要去为师爷死。就这么多，我家男女不忠，别过此难，我们再来见你啊！哦，管家，老爷，年年日三都当在八郎之内了。小姐是他的江山得力，邓道长也是他一人之事，你包的气势真是来人之兆，拜托了。老爷负伤，我老爷一颗心，邓道长今天一路平安。老爷打得去了，何其好！大哥，是吧？我来见我啊。快快快老命急啊，我送什么？这位小姐是保证的，万岁的今天之上，万给我的英雄命。他说没摸过，我拿什么东西救我呀？这天子汉怎么救我？是放了大爷罢了，实在不肯叫儿子放了，我死也不怕。我放了妾身，满身病疾，但是有个条件，你看看你们风水了。我死也不怕，你死也不怕，自己不怕，我也不怕呀。啊！啊！
道事情分就不到，奸臣斗法要派千岁，千岁一见到真，我要杀这些家，也顾不得许多，给了金钱要不法。我才哪里？刚刚写了什么？不知道医院住处，你要给我说的过明白，弟弟三四的过明白。好，你若听着，这位小千岁朝中奸臣要废，要他的性命，我不是就将小千岁放走了，现在我要将你杀死一次。弟弟，我不得，弟弟，我不得，弟弟，我不得，弟弟，姑娘，女儿年纪轻轻。现在我与兄弟两个，小女乃是野蛮之人，再与你来试试你，好在替你把的伤伤。对呀，我身有良知，早应到。两次当老，现在好端端的要将他偷渡而去，而他是无辜的呀！弟弟，我要是真的将你杀了，真不叫老母痛啊！
儿子死了，生死不能还娘，你都被人杀，就为儿八次下刀，可杀这条，你就说死的是小妾身，我是我的儿子孙，你千万不能轻易放肆，上面这多点风声，我保证你，我能负责的。你放心吧。我要万岁跟进我这交代去了。老，把西边人拉上来，是吧？为我带路，一万岁去。赵云不归，内堂家园听了，内堂大厅相堂。来，见驾五子万岁。爱卿，你可以吃了七巧玲珑心。万岁。七巧玲珑心已经吃了，正当的古墓。老赖，是吧？是的，七巧玲珑心，你那啥子来了？我很放心不下，我要看看他的死心。这。小子当是万岁，哪万有得？万岁我不就罢，不论为罪夫命，此地是万我的万岁。小妾身，他不肯死，我是用菜刀将他捆死的，捆得血肉模糊，死得十分可怜。他年幼气盛。你不可怜吧？哎呀，哎呀，你不可怜！哎呦，你在此次爱情勾了天机，你以为凡事吃了路啊？我的内心向我爱妃困孤命，大欢喜，阿臣。是啊，我儿他脸上有杀罪了，这个女婿没有杀罪，他被你骂爆哪一个小子，现在告诉我，这是我来的是罪啊，他是小妾身啊，不是啊，大圣，我命你先去刺来七巧玲珑心，想不到你正宫为何挂上圣旨，哪里拿来压小子，先来投石挂水，我来救你哟，东方师妈，你不能一出再出了，我已经人都杀了，把腿都拿来了，他就是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小先生，我万岁先得过老臣，你绝不能听那君臣有罪。
金刚上哪一个是奉承他，哪一个是奸臣？既是万世不明，上老臣的好使命，失去忠臣就是我包括忠心的好功劳。他是奸臣，就是你奸臣和明臣，我的利益不忠，忠臣，因为他是忠臣的怕死，他是真凶罪。你听得一清楚，很正常道的。金嘎子让金尊中计了事，他言当时就是大道忠臣，既是忠臣，忠臣不怕死，万岁不是他不具备金嘎子对呀、啊、你在金嘎子上竟然分成了忠臣两字，一个是忠臣不怕死，他是非所罪，你要是现在是大老的忠臣，那么官人的死上一死，你也是重要的忠臣与官人，只是过来天之人。今命之上是你不具备，命你天之人，快把这边啊，放完。包家万岁毫无失措，自从拆了继承他君子黑位名字黑幕，是今要黑了黑，要黑千岁，还要黑了好的话。困世的曹仲是金城当朝，封君无道，
不是下头这一步，你快！求死得终，无妖之王，自夺得不报，自不忘久违不孝。今日你反身是下，他就一辈让我气死我了。
给他一件事呀，这也就算了。好吗？
人不但宠爱于你，将你奉为御风之魁，朝阳之国，今日进入水纳国界，当此寡人来了，证明你反国之心吧。老爷，他只会杀你奶奶，打你一家，打了一家不可能打你两家，怎么他不用心，我不叫他们来。安福之本这个一头，东方将你之谁？难为你也在我们父亲的亲人之上，死在你去，我在恰是那头。是。啊，我是当爹，我是当爹。将他吃下我没养病，当然不冤不亲之子。反朝要是跟杀，反朝不是跟人，臣要反。万岁，臣有一本，哈哈，贼上当大家有一子，万岁我不骗子，见他家满面桃花斩。日本这辈老辈包人开，神州也罢。天之父，在这道明你八个老夫学习满面超载。哦，今日和你脸上打了一巴掌，今日父王陪你到深宫之中，好好的陪陪于你。父王请。那些乌鸦高叫，快来大事！哎呀！
搞什么？你今天我就见到外面唱醉了，你是小气。哎呀，我叫人家因为一气先去告罪，你我正在操战士，我现在是正在陪我操着事了。这世上保身而去，也要为无谋为庞家拔除，为娘出于我去我去静静来到我府，我和娘亲一阵子了，娘亲还不是都是罪人呀。空心的四大爱请走，思想可能不见他家的字，难道已经保身逃，罪不愿罪，罪不告来，将命无分说，剑也朝你雕为精神，金金自己来滚。今朝子天气美好，我跟我阿妹又带得出来，要做啥去呢？阿妹，喂，小娘子们在那么念书去啊？阿妹先送我娘，来这。哎呀，阿哥耶，放开！阿叔，哎呀，那老婆在啥？阿哥来了，叫我阿妹阿妹在那问，我哥还是嫌是我的娘们的爱英才的娘要做啥的？哎呀！对，我晓晓得啦，那阿妹阿妹的那有个辰光嘛，阿妹那个服装打扮，你都听见，喏，阿妹那个娘我听见噻。哦，那这直播不对，对光还不飘起来个。阿哥，阿姐，叫我做啥？阿哥要做啥去呗？搿么我过回去弄出来啊。哎，做啥要搞啥把弄出来？那阿妹女儿聪明啊聪明，人智啊人智，刚上街头老虎玩，你又找不到嘞。要是有好的人工，我被老虎去挑一个了。对，阿妹，那不说来着？好个，阿妹，来来来来来，阿妹，哎，跟侬讲，阿哥今朝做啥去啦？阿妹侬给我躲得嘞？哎，怎么躲也走不得啦？哎，怎么我啥了好多做个指标，晓得不啦？哎呦，阿妹晓得个呀？干东西的啊？嗯。我爱来叫我去啊，晓得个，晓得嘞，啊，阿哥真好啊！是呀，阿哥啊，上山吃的，哥们，我见到厉害的呀，烧饭烧出来，哥们好生气。中华民族，不把你。
子哟，那春梦里想不到中国宝宝半路之上一命身亡，只能想孤身一人，叫我到哪里去安身？各种寂寞，再叫我日日好啊！小姑娘，你啥那手里拿的啥东西呢？手里拿的我是篮子呢。那篮子里面呢？篮子里面是砂锅。砂锅？砂锅里面？砂锅里面是宝宝的洗碗。啊，原来是宝宝的洗碗，我早都记忘了，你给洗碗不能吃。不能吃啊？啊，啥能你不能吃了？干嘛呀？是要跟我哥去吧？我说。我被张三吃饱了，一十块的娃那个女孩，说啥了？把那个娃子吃光，吃了我手机，那手机给我当过的老板。老板啊，我啥子一日子，老子到地洞里想吃好吃好饭吃，上月了给你想抢那个饭吃，老日子要背了我个名字，不懂，对吧？但是我们白不能背。好了好了。你跟你客气嘞，没听到。哥哥来了，宝贝，宝贝。哎，好，我今早子吃了那个饭，还看得起侬。吃那个饭呢，有名堂来都，有名堂，我都不不看。搞得我今天别搞得我急了。啥地方？那前面咱们的台湾就是啊，高点了吧？哎，过来，咱们能打到侬屋里乡去搞民房不能听。哎，咱们好了，侬来啊！啊，来，自己买一点啊！啊。我啊，放东西中间的那个，你不可以吗？哦，我是想倒的，我可以给了啊。哦。哎呀妈，好开心哟！哎呀，妈妈你奶奶给他呀，我们带去带去都是光明堂的呀。哎呀妈，好带去了。好开心啊！你给我带吧。嗯，门外关于民工了呀，啥个民工呀？赶快关门，关起来么好好走走耶！哎，姑娘，我跟你讲，你要不要休假来看看我是谁？我是啥你啦？嗯，想讨论你啊，一个么事嘞？那今我讨论你，讨论你，我不再讨论你，我是东宫殿下萧倩谁？我是东宫殿下萧倩谁呀？对呀、啊，小千岁，哪个人高？可是像那个你，你不知道，
早晨出了军人，要害我一死。梦寐之下，我儿子无法能保释我来，到如今天涯茫茫无处安放，导致你在流落街头。你怎啊？哎，你来东寨，第一个来东宫啊，碰到小妾是不可以好自来，啊我啊，小小子生眼多。是吧？哎呀，小千岁呀，你自家来的光呀，我们是小千岁，咱们嫂子好疯眼我。疯了啊？怎么，你们等人就来，叫我那个疯子疯了啥东西呢？我不晓得，随便上当是疯眼，那么是真呀？刚刚往放回来。怎么了呀？你看小千岁。干农啊，阿爹说那五毛啥东西呢？五毛说那农务当的是早粮成功了。干嘛要不你做做早粮成功好了啊？早粮当然成功。那，反正你在大路里向弄个农民随时不去，那人家可就要过来我了。搿么子农活叫我放了早粮，这个农不能做劳务，搿怎么来呢？哎呀，小千岁啊，我是为了高以前的年纪还小，大起来再讲呀。刚刚封了早阳正宫的那天帮我做老命了。好吧，奶奶那个都相当漂亮。哎，你叫啥名字啊？我叫吴月英。吴月英，就是吴月英，过来听风啊。那工人要买鱼没得吃饱嘞，也是有点饱，可是呢，没吃饱。哎，我没吃饱啊，干嘛呀？你可知道我三天没有吃饭了？三天没有吃饭的呀，还是要磨磨的。小天才，俺到日上头吃饭，炒蛋，蛋炒饭，就等了两天没管，怎样？啊，该吃蛋炒饭吃嘞。我一路在那鼓啊鼓啊转。其实呢，那个小娘子叫你爱来给我送蛋，打给什么来给送来了？还是自家来的？哟，你不带去了大姐？小娘，哎呀，三娘，哪个姑娘来了？今天都是我看也看不出来，要不侬自家撞撞进来好些。我这个太事情我不相信，让我们撞撞进去好些，给我撞进来点啊！啊，一、二、三，哎呀，打你打进来的，小娘逼得了，我要给我打你打进来的。我出去的辰光，我还没有记录了啊。要爱我了，叫他爱来给我送蛋，我送不送得着？啊，给我拿着送一点。啊，送来了不打个相好吃他的？我要去了吃的。啊，过来，你们小娘比得了啊？那个买了去去做啥？多少个辛苦，叫他送送来了，要等我老早去了吃的呀？明白，大来去一定有农民那个农村高头。哎呀！老老实实讲嘞，不讲我的名字，光说我的名还是我的名。哟，搞这多个小人物还是才能过。好呀，我紧张。阿爸的阿爸叫王迪，老是忘记了阿爸的儿子小王迪。这都是道理千万了。这啥？哪家王进门来了王出来了？啊？谁个？我老老去把你的自由过。可是早晨这条精神药费要回来我把那只在搞出来的呀，那谁的女儿谁的骗你呀？啊，是真啊，这个不要吃鬼肉啊！阿妹，小邓，阿妹，阿妹，哥子啥呀？真都是小气噻！俺们老早告诉你，我是朝阳正宫娘娘子，真的？谁的呀？阿妹，
跟我一句父母真不牙牙子，我说叫你父母牙牙子子好不啦？哎呀呀哥，你牙牙呀，我啊，想当日啊，今早子一发疯的，你呢？跟我就是我外公，还不去公公呀？跟我好的啊，我顶多了。哎呀，你真不牙牙子，你真不牙牙。小天飞，我啊。我阿拉阿哥啊，我奶奶这个不要我，少发分也多，少带我带我就会放你当金骨头再找走。我当金骨头啊，过去。说多些，我懂了懂了。哎呀，过去那是大大的官职，我是一个文君。那个爬地官啊，那个爬地官也是的。好嘛好嘛，咱们下下小气噻。起来起来，嗯，我问你，你问啥？肚子也在饿吗？嗯，饭饿的嘞。进来吃饭。哦，吃饭。嗯，那就吃饱。反正他吃完了饭，我问你，你叫他去当听。啊，吃饱没？吃饱了啊，吃饱再吃。我一正事叫你先去当听，叫我去当听。嗯，我什么时候去？你我先去当听，王正日接。王尊之间，那个王尊之间，姓王的人乃是大大的正人，姓李的人乃是奸人。哦，叫我谁来去打钱？你个你难记了。那，那个人我都是刚刚多样给你记得了的。谁来一帮旁边啊？王尊，哎，旁边尊，哎呀，只要王尊记住了，王尊，你们改，帮我好，你们坏。哦，也是那的。好，跟我去的啊。啊。帮助你改，帮助你改，是的。是啊，始终那在桃子故乡，丝丝碧波，行走起色，杳无音信，带我过路。哎，你不要，这啥？还能带？你说我呢？我们怎么鬼鬼祟祟？我又是三个。你问我做什么？我保重日干。哎，我来打听了，我到我后面去了。我是啥东西？我当日姓保，真是保啊！嗯，嘿，其实我哥，我们是军人，我说我是军人啊。你是谁啊？那么能多，我是小七岁的，皮娃呀。啊，七岁在你家中？哎，不要我问你了，我是谁啊？我三个，我是小七岁的大姐。真的？啊，我本郎君。这真是魔镜碰魔镜了。来来来，他把戏弄到楼去，我们正一改来。来保住了，保住了！好，谢谢谢谢，我上去都两句啊，姐姐。我怎么来了啊？我总算把你找到了。那家中之事呢？哎，不用担心，你可知道弟弟是在金阁之上，母亲她是问在不家中，姐正在你早在我是逃出来的呀。我真的真的不死了，都是金阁大黑。你们有罪，是经历的话，张小凯，我在这里把你接走啊，还不是带我去上去查海，那旁可以分解，那旁可以分解，哪一个啊？啊，哪个是？哪个是？哇，真是！是的，我有什么意思？真的，那你的外祖母带我到家中，老管家把我打生，谁知道在暴乱中，老管家一命身亡，只留下我孤单一人如此而生。怎么我也应要好，想尽为我在他家中安生。原来是此，想晓得姐姐，快来看，如今我人人长大。快拿到中介人要费当朝，我不得一日之间。你为什么？明天一早到的那变卦之中心来加入什么？反正让人替你解财。是的，老爷自有理。我山上来一匹马，那好，两匹马而定，也是我先生之子，我们请进来便明天同生。你这个叫老爷。
是非，反击王人，苦要江山，苦要谁天？王家之子，王家之家，三十六家进不到，你不要江山，还不要脸子，反击王的子孙，今天要废老爷。你的马儿，你的马儿，赵姐姐马在，为你赐死了。老儿，当初只是不管吴王不好要黑你一死，今日的你已经来到丛林之下，来来来，快快打开门呐！本就没啥要妹妹母子为臣不难，是要将这个奸臣推下台来。他一死不得死啊！不能，奸臣推下台来，谁把我母亲我杀了？哎呀，国丈为了江山，为了谁家，寡人的姑娘为了了家。还有什么范仲为你圣杯之功要废哎呀知道这两个心爱之人要是他吃了我也真是在这么失去的啊是范仲这个要废当代假病是什么要吃叫林梦信将来的命差一点的罪就在这个在我知道咱不叫要废天下的人我就要他把我的一家子来了哎，飞灵，寡人也没生下龙太子，如今我的王儿现在丛林之下，那么孤王我也只能把他推下来杀掉。哎呀，老林啊！当下是大王的，自个怎么回事？天天到在后张帝君他的武艺帮用相安念臣这是武老家帮定了丹龙之位三里在金陵之上个个都是以功之人恰听寡人来奏某儿过来就报参信奉太过了谢马儿我愿你过来听奉谢奉朝阳正宫谢万岁一同三后把路子配音